唔係入住，只不過係即係有一個職位喺度啫。咁就呢個係我當時答應即係香港電台成為佢哋創作總監第一個構思嘅節目，就係知情識趣31。咁其實除咗呢個節目之外，仲有幾個節目嚟緊㗎，包括獅子山下好音樂啦。咁就已經都係錄製當中。另外仲有一個關於我哋大師林家聲先生嘅節目。咁另外仲有其實仲有好多節目構思緊，陸續續咧，我諗喺2022年一月份開始，你哋就會見到我哋好澎湃咁。香港電台有一系列新嘅節目咧，都會慢慢推出噶啦，陸續推出。有冇拗爆頭啊？你落票落到？我又冇喎，因為我可能本身真係傻傻地嘅，我好中意不停諗嘢嘅，因為我寫開劇本嘛，即係我自己寫劇本都係咁樣咧。所以構思節目咧，當然唔係我一個人啦，我 flow 咗我成個 idea 咁啊。譬如我今次請嚟阿吳少彤啦，即係我哋嘅一位金牌編審啦，咁佢又幫我一齊度下啲問題啊，裏邊嘅稿啊。另外仲有譬如話，其實我哋有成個 production team 嘅，咁所以我好多謝佢哋，佢哋都幫咗我好多忙。